OK， 兄弟们大家好，我大炮啊，今天继续给兄弟们解说我们186年福站的一个晋级赛啊。观战方的话是钓鱼岛，对面的话，也是一个新赛来的一个区啊。因为跟兄弟们说过很多次了，福站已经改版了，就现在打福站只有甲组，没有乙组跟丙组。你想打福站就必须来甲组里面打。我们来看一下观战方的话，这一手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啊？魔丸寨加斯托宁的一个极限面三的一个2月2的一个阵容啊，两个风系加两个面三的一个组合。对面的话是一个普陀女儿村武装冠神木林加神木林，对面也是一个2月2的一个阵容。对面的话是一个双风双秒啊，就从阵容上面来说的话，对面的阵容要强于观战番很多，因为观战番是没有翻出来分不了真。对面一速女儿村，一速在手心不懂，一个女儿村扣你两个人绰绰有余，好吧。我一个女儿村这一回合控你武装冠，对吧？那我下一回合还可以控你另外一个，我对面还有一个武装冠，就等于说应该按道理来说的话，对面应该要更猛一些。而且这对面的话是有一把阵法的极限大克，阴阵大克浓阵，好吧，阵法的极限大克。这边的话第一师陀也加了观战，加了一把野兽之力啊。跟兄弟们说一下，186年的一个福战的话，鱼岛这边的话是有携带3000万战神，砰，传统法系龙三位的话有牛进，其实也秒不太动，秒2000多的伤害不算高，真的不算高。对面要做的事情就是看对面这个女儿村能不能保得住啊。对面这两个风系是肯定猛的，我跟你说，对面这两个法系就好像有点那种珍宝阁拴神木的那一种感觉啊。对面要起盾啊，不起盾这三号有爆宝宝加个血加1600，那拍个三号有爆最起码能拍个5000-6000啊。对面宝宝直接压斯托宁，斯托宁还没有变身。我们来看对面女儿村，要么起盾，要么效力参道。对面女儿村人杰武装冠，这个操作，人杰武装冠接罗汉，我觉得这个操作，对面说句心里话，这一波指挥有点怂。如果我是对面指挥的，女儿村要么立盾，要么效力参道。观战方这一把武装冠的话，可能是罗汉的话可能是自己的经脉罗的，但按道理来说的话，武装冠经脉强罗的话，那应该武装冠的话手里面还有一把分罗，好吧，手里面还有一把分罗，这三个点应该都有分罗，因为对面的话把把在群秒嘛。这边的话其他门派啊，盘丝啊，化身啊，也没有用过分罗啊。我觉得下一把女儿村起个盾效力残刀就行了，毕竟的话对面有阵法大克啊，加一手灵动啊，这边就会形成一个灵力差呀，兄弟们。我们来看一下对面女儿村怎么操作，对吧？起盾是没有错的，一速女儿村是一定很脆的，好吧，起盾。那下一手罗汉的话，观战番女儿村武装冠化身都可以接，起盾武装冠点红灯可以，这个操作没得说，对吧，没得说。我们来看一下斯多宁有魔镜激发，选择叠漫天，那洗魔镜那就是肯定要飞的，超飞，我你妈的，大克飞7000盖刀，大克飞7000。我跟你说，一般宝宝都是有高级招架的，高级招架的话，第一回合可以抵挡10%还是20%的伤害，这妈飞宝宝6000-7000的飞啊，这妈是大克啊，兄弟，这是你大克，你背对面大克啊，就可以，可能说那面以前没有打过福战啊。现在一打福战跟这种甲组超级豪门来交流，站在同一平台上面，就说你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差距有多大。 OK， 对面直接走四汉，就兄弟们你们就能够看得到啊，就对面如果说这个团队就这一手阵容如果是珍宝阁的话，我觉得打的钓鱼岛肯定是没有脾气。对面这一手阵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珍宝阁打那个武神坛明星赛的那一套阵容啊，两个风系带两个秒系的一个阵容，对不对？我说的没有错吧？对面这个阵容已经是天时地利人和了，我跟你说，对吧？两个神木林，对吧？有普陀山加阵法大克，加女儿村的医术，对不对？只是说可能说硬件啊，真的跟这种福战超级豪门比起来啊，就现在这种舞蹈这个福战队啊，你3000万战神一拿，我跟你说，说句心里话，真的克不克阵呢都无关紧要，都没关系了，对吧？魔镜激发一加，这飞机飞宝宝6000一刀，真的宝宝高级招架还能够抵挡个1000多，
你这对吧，这不单人飞啊，飞神灵飞五千，这是贝达克啊，兄弟们，这是什么战神宝典真言令旗，啥都没有起的，这是什么状态都没有起啊，就这样飞啊，真的猛，我跟你说。兄弟们你们说一下，我们说一句题外话，就说兄弟们你们说现在福战如果是一个这样的格局的话，你们说这些被逼来打福战啊，就是说以前可能打丙组啊乙组混一下，你现在对吧来打甲组差距这么大，你们说对面的人是会更新硬件还是放弃打福战以后安安心心作为一个班战号呢？对面出来一个龟速，准备拿女儿村要吃，那女儿村要吃也不太好吃起来啊。怪战番的话，魔晶七发的地府孩子给哦吃了两个，那还行，吃起来。这边直接拉烽火难烟，烽火难烟真言令旗，魔晶七发大哥，天黑请闭眼。这飞女儿村不飞个七八千，我的头都，对不对？大客飞七八千。这妈，这如果说这把大客是观战番的话，里外里多加20%，对吧？对吧？大客这边的话就是10%，这边的话如果说观战番大客对面的话，就里外里多加一个20%，飞7000，271400，一把飞机飞9000，我真猛啊，兄弟们真的猛，这驼子我就这比赛看得才爽，真的。现在兄弟们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比赛都没有带女八木的这一个门牌了，就这比赛才看得舒服，斯托尼魔安在这三害在绝对硬件面前没有指挥，对吧？在绝对的三害面前也没有什么阵法大克什么的，对吧？你们说的那些指挥啊怎么样啊，是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面，就差不多是一个五五开，最差也得4-6开，对不对？才有机会，对吧？才有机会，我们在沟通，在交流。你就这感觉是说是一个19开的局不过分吧？10-0开，兄弟们10-0开，说19开我都觉得有点过分。我觉得对面打10次不一定能赢一次，这是多你这飞机的。这飞机不单人飞呀、啊，去东海湾飞，就兄弟们你们不懂这个斯多宁这个山海的，如果兄弟们在区里面自己有斯多宁号的，你们可以去，对吧？就开个同样的证啊，去东海湾，对吧？飞机去飞一下大海龟，你们去看一下，你飞大海龟能不能飞7000-8000，好不好？OK， 对面女儿村已经慈寒了3次，这个应该没有久了，换了一个顺法。观战番的话，魔晶激发可以给自己起一个鬼眼了，看一下有没有起鬼眼。这边接罗汉打的话还是挺稳的，因为现在的话，福战不确定性也比较多。这边的话直接为 T75浓丹，观战番那下一把又是一把输出，兄弟们这伤害没了。飞机状态下面直接为提。不知道是提气的九转还是五龙丹啊，喂完之后的话有一个碾回合的提气效果的话，我跟你说这个阵法的大克完全可以弥补。这边的话如果说有笛子的话，恨不得给斯多宁加一把笛子，我跟你说餐厅学语的话是加灵力，烽火难烟的话是加三魔晶激发哦，给宝哦，这一把的话没有选择给人物加魔晶激发，选择给谛听了，那谛听一出手那也没了，兄弟们看这听歌速度怎么样，肯定是要比法器要快的哦，这听歌有鬼眼那啥没了，我跟你说秒的不是特别多，7000-8000，操，真的太猛了。兄弟们喜欢看炮哥解说的点个酸鸡点个关注啊，下期视频我们再见，兄弟们。